那就开始抓了，看就是这样，有一个就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我这个节目其实我问了好多人，这个节目我那个开头的那个原版的重力应该是单手跳的，然后特地去找了那个我们的舞蹈老师来了，把它给弄成了双手的，就是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就让他弄完之后，就是让这个舞蹈美观一点。晚上好。然后后面呢，就是姻缘，对姻缘，当时对了好久的姻缘，因为我们的没有，我说十点半左右嘛，十点半左右。根据原版的那个调子，好，然后就对左右。我听第一把的时候，你知道有多恐怖吗？就是电音之王，你知道瞬间可以出一首电音歌曲出来，然后在我脸皮厚、谢谢你的玫瑰花。就追着我们哥哥说，给我调一下吧，这个地方太电音了，都像电音之王了。然后就一直说一直说，上好上好，然后就不过睡得很好，是真的睡得很好。本来我以为我不会睡的，因为我怕我现在睡了，我现在睡了可能到时候晚上会睡不着，然后我就没想睡，结果没想到，哎，没想到还是睡着了，主要吃完饭灯一关就困了。晚上好，嗨，晚上好。然后我的那个亮片还是我们姐姐给我们剪的，另外一个姐姐，这个姐姐给我们剪了。对啊，就是可以啊，因为刚好都没有影响。你们知道吧？就这样子带着。如果它折射出来是一个影子，我觉得会更有意境。但是呢，挂不了这个布，就很可惜。我们是为了延续去年的，但是我现在的头发比去年的长度要短一点，然后扎的时候就比较难扎。你看，你们看现在这个坨坨就特别小，小这么小，我之前好像扎的时候会比这个现在大一点。然后下面就全部都在那个，就是掉下来。就是想，嗯，我一开始是想的撒两片，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加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很不好。哎，你们是在哪里看的直播呀？然后面我撒完之后我就不敢。你们是在哪里看？哎，是直播吗？根本就一点点在一点点撒。快手在家。好可爱，我问的是哪个平台。大家都在夸撒亮片，那个真的是临时的，就提前一天晚上去。完了，不知道有没有录播。谢谢。高潮，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它的高潮在哪。想看录播。就是、我不知道它哪一段算是高潮。想看录播。我在想这一段算是吗？好像也不是。可以听清楚我们讲话吗？但是这里又没有地方给他，就很奇怪。对，然后就当时就看见了，就觉得这个突然间一睁开，那个大屏幕我一开始就看到了，因为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大屏幕上有一个嘉宾在里面，我当时就在说，天哪，这个是什么节目？为什么这个妆这么的真实？就是完全没美颜没滤镜。谢谢 Steve 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没想到就是我们待会要上的那个节目，我整个人都惊了，害怕，瑟瑟发抖。我出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连我脸上的疤都能看到。我说这过于仔细了。好像就不对，对。对，我知道有砸下去，但是所以就很想看看。对，落在灰蛋，当时就觉得真的假的，拍个眼泪我看看。笑死了！天，太会夸了吧？情绪上的递进，珠玉在前台。我跟你说，我在哼前面两句的时候，就是大可不必，大可不必。钻在上面，我当时啊，这个发型半永久不会。心里面想着，天哪！怎么你们想半永久啊？粉丝看的人又少。我记得我去年就是我去年 C 啊，不好意思呀，我去年 CJ 的时候就是经常扎这个发型，然后总选的时候本来也想扎这个，就有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天天扎丸子头呀？他们是怎么在看我，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没扎了。再唱。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当时很多人说像哪吒。我感觉就是可能侵权了，我可能侵犯到别人的这个版权了，所以我就没扎了。笑死我了！给我整的，就你们他们是这样子啊？啊，真的假的？很厉害、啊！核酸队伍里的大爷都夸我可爱。人，但是感觉中那个叫什么哪吒比较传统嘛，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人物，所以大家都知道，老少都知道。但是春丽的话。估计就只有二次元的小伙伴知道了。就是我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然后就在那鼓掌。这个衣服它其实是个吊带，但是因为我太肥胖。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留着镜头是这样的。过于肥胖了。镜头的样子是。哥们儿，就是能看到一点点上，就是这样。因为我有。所以套上了个外套。没想到，身材。我这次就是，想着来旅游，所以我一件排练的衣服都没带，我全带的是裙子。讲座好的话就是，比如说在第一排，中间靠左边的位置，第二排吧，第三排上，对，这个位置看的话就真的是我头顶在发光，叫佛光。明天啊，我不知道明天我们什么安排，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安排。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没有排练的话，我可能会在酒店休息。如果说有排练的话，我就会去排练。没有，完全没带方便跳舞的，连鞋子都没带，我带的都是那种。对，我带的都是那种适合拍照的，出去玩的。也没有带高跟鞋了，就是靴子啊什么的，反正就不太适合跳舞。不过，总选的那个舞台就好，就只有一首歌是要穿高跟鞋吧？应该没有跳。来，现在太干净。好晒呀，我不想出门。其实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就去很多地方逛过了，因为我第一次来上海，然后就是我们参加那个中式的时候嘛，然后当时我姑姑她就说带我去逛逛，就把那些比较出名的地点都带我去逛了一圈。但就只是逛了一圈而已，没有去玩，因为他也很忙。就很难就硬唱，当时嗓子都啊。但是我想要的是，就是什么？弥沙。没有线下观众。应该是娓娓道来的那种，但是哥哥。总选没有线下观众。他一定要。握手会取消。大圆的调子，不然你跑不掉。就是，你们怎么都在讲这个？我那天也有听到。你们在说跟这个有关的，但是我们没有收到通知，我们没有收到通知。现在你们太会讲了，高处影响，这个还是算是。本来谢飞他说我们今天睡醒了，谢飞跟我说，他说桂君我们今天睡醒了，去那个叫什么什么东方明珠，什么叫东方明珠吗？他说我们去东方明珠逛逛吧，我说。舞蹈的力量整齐。我说我不去，我要在酒店睡觉。在身后延长，主要是这个，所以就拍子有点乱。但是排练的时候这一段是很整齐的，有点可惜。都是一致的信念感，有充满信念的真挚之心做的舞台就没有啊。至少我一直都跟小帅哥在一起。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会不会太飞了，就感觉很累。我一直跟小帅哥与小帅哥同在。但
正面记住。眼睛有点红，什么原因？灯光的原因。为什么？哎呦，感觉怪怪对。为什么还要被开除户籍？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小女孩，哎，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啊，给我住院的那个。是吗？救命啊！那个叫什么？我自己都没注意。啊、下雨天，下雨天，对，很可惜没有带到他，因为我对啊，因为当时怎么说呢？我们都没有卸妆，就是有点偏台了，然后就没走过去。我们都没有卸妆就睡了，没有就甚至。其实我平时不会这样，但是因为今天这里是下雨，特殊，比较特殊。然后再往回走，那就。哎，不会耶，成都人去春熙路不会被开除户籍，因为成都人去春熙路也没有人知道你是成都人，可能因为就是东方明珠它是要用身份证的吧，是吧？就像广州塔一样，还用身份证，所以就会实名登记。不是每个走一遍，它就是一个流程，就是我的队形是一个斜排。吃了，我今天晚上跟谢飞还有龙源一起吃的。这个其实这一段是摘取那个赵月前辈，他之前也有这一段，是吗？但是呢，我确实没有理解到。那个动作，原来这是一个梗啊。伴舞的跟他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跟放第一分可能是更有意义一点。放第一分。哦。不是太短，是我腿太短。没有买到 A 站的小蓝姐，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在那边卖，在那个周边店卖东西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全部都是 staff， 我在想，哇，这些 staff 好敬业啊，就是又要控制现场，然后不是，只有一个客人。不是，我跟你们说，我以为真的就是 staff， 就是客串的客人，结果后来就是我们走的时候才发现，只有一个 staff， 其他人全部都是真的，真的真的客人。这个六三，天哪，一位山上的孩子，天哪，你们怎么？哦，不让你们进去了。我说怎么都没有，都没有，就是没有粉丝来买。都是好像是路人，就是真的是路人。结束后朝着眼前由阳光照的山路，我是孤儿吧？是吗？怎么这么像孤儿的？摘牌子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这一首其实我这个编出来之后很，可是最后走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退了东西回来啊，其他人都没有。嗯，为什么是孤儿？不是，这里看一位山上的孩子，结束后朝着眼前有阳光的山路，一步一步最终走。你不要说，我当不知道。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迷茫的他也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距离，才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球鞋 UP 目标的他，就很像有时候那种追梦的追梦感，对吧？像不像？这么强，我以为是看到我们人了呢。瞬间我就是孤儿了。这个背景，就看确实有一点点，如此变心，这样子啊，背景为了那些喜欢他旁边的他人，去别的，你们后来有逛吗？去不变的舞蹈，你们有逛展子吗？多少次也别人和五天呢，在他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感觉要结婚了。对，是啊，没有没有哭。是，我觉得要是没有疫情的话，人肯定会非常非常多。一个重要的日子的到来，无数的不会，这后面这一句就无数戴着面具的人来看他，观看他。出场时他手握星光，沉迷于舞蹈的他带出无数星光，哇，好有文化，还押韵。等一下，我要去拿个水来。观众为他去拿个水哈。兴奋的他，正一起舞蹈，这个解释也很那个，也挺好的。等我一下，完成了这一场游戏，一场灯光暗下，他也进入梦境，熟睡的开始，就这样一个梦，一个名为梦想的种子在他脑海中永远少年。
哦，我觉得那边就是快手的展台，因为它不是有一个游戏嘛，就是快手它有一个游戏，然后当时旁边都有一些小姐姐，就是 cos 的游戏里的角色，好可爱，好可爱。而且就是本身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原本的编曲很好，就是这一次改编过后，就原版也很好听，然后呢改编之后呢，它的感觉又是另外一个感觉，而且它词写的很好，就是词写的很就是吧，还没学会伪装，一个一个走向竞技场，你看刚好在总选出征之前，谢谢奶茶来了上海，谢谢谢谢，有点用腻了吧，我觉得。这个词写的挺好的，就是很适合我们，就是哇，还可以抽奖啊！很多的小偶像，就省了1800，哎，都是贫穷让我开始为自己增加色彩，就是。我甚至想把那一小段是录屏发朋友圈，艾特那个老师看。我才发现这个瓶子上面怎么还有这个酒店的名字呀、啊？有点好笑了吧？对，我当时还听见这两个字。等一下，撕一下。哈哈，撕一下。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爬那么高的箱子，我怕你摔下来，坐的架子不稳。紧张，这不没有故意降低你们的那个预期，真的，你们知道吗？我在喝的时候。好搞笑啊！谢谢王千诺最喜欢我的应援棒，这是谁呀、啊？这是谁的小号呀？好了。哈哈。突然掉皮现场啊！在练戏，但我后面的人动作，你懂吗？就是，然后我在开，就是少上了一首歌，特地在那里。没有镜哦，我看那个 focus， 我也觉得那个花镜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就是那种，天哪，就那种飘，天哪，这个甚至我当时亮片因为没有买到，应该没有，没有那个，是它的亮片是它其实是一个附带彩带来的。然后是我，你们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吧。到处找，问看有没有。还好。然后要到中央节目。我不说你们肯定也没发现，对。然后甚至我发现这个。应该悄咪咪的撕掉。比买的亮片更好。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买的亮片，它撒上去很快就掉下来了。它这一个彩蛋，因为它很轻。然后滑在空中就会慢慢真假的是我们的一个三哥哥，对，然后你们有这么聪明，我没有想到出来效果能这么的就很好，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没有逛，因为今天没有时间逛了，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然后就说要准备走了，所以就没逛。谢谢谢谢陈贵君最喜欢我的应援棒，到底有多少个小号啊？来继续，别出去拿天了，还没完没了了。真的就是临时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当时啊这，就是甚至对我的流程都是连在一起的，先是去，因为那个应援。快手小店卖东西，然后卖完就回来又等着去做采访，是采访吗？不能叫采访，叫互动，就直播互动。我们今天去那个直播互动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好。当时走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喜欢我们，然后当时走的时候就说，哎呀太可爱了，你们一定会大红大紫的，就是祝福我们嘛。哎，
对，就真的很好。然后今天节目完了以后就很开心，感觉有被鼓励到。对，因为我们他们觉得我们也非常的元气可爱，给他们带去了快乐。嗯，所以后来走的时候他们就鼓励我们，就觉得很快乐，而且他们也很捧场，你们知道吧？我们在那边讲，就其实真的不太会带货嘛，然后还要介绍这个，我觉得还蛮难的哦，就感觉自己说的也没有很好，没有很出彩，然后他们就非常努力的夸，说哎呀讲得真好，就很好。是互相给了对方力量。对，充电宝，我跟你们说，那个充电宝绝了，我差点我都有想买的冲动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充电宝是一个出门必备的东西。对，然后它那个充电宝是有1500毫安，又有好像有三根线吧，看了一下。15000，我又说错了。现在出门，租个充电宝还蛮贵的吧？我自己带了一个这个充电宝，但是呢，这个充电宝最多只能充两个手机，就是感觉还是不是很够用。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两个手机嘛，但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借给别人充，借给别人充的话我就不够充了。什么叫 myself 是什么啊？ make 什么东西啊？这是 magsafe 是什么呀？没有关注哎，不知道哎，不太清楚。这人好坚持啊！你在讲什么？贝加充电宝。哦，苹果现在有贝加充电宝了。你独自一人站上高处，我担心你会不会摔下。分享直播间可以抽奖，你们去试试呢。对，也可以抽奖的，大家去转发一下微博。是微博吗？哦，分享直播间。哦，分享直播间。哼的大家就是很嫌弃，知道吗？就因为毕竟我不喜欢那种充电底座，因为我感觉戴上那个以后手机就会很笨重，我还是比较喜欢充电宝，所以说充电宝也不轻啊。但是充电宝它可以充别的手机，但是那个充电底座它就只能充一个型号的手机，就是还是挺受限的。谢谢一夜台北的酒票。我还是比较喜欢充电宝，今天那个充电宝就真的是我的心头爱。就很搞笑，我们在那问 staff， 我们说 staff 就是可不可以送我们一份，他们说库存可能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确实人比较多嘛，确实人比较多，可能一要就要十份，确实白嫖失败了，我表情管理，我一下子，因为米嘎的粉丝出卡的很快嘛，他就让我看，然后呢，不是，因为我的鼻子你是快要掉下来了，我没有用快充，啊、因为我有，我很少，我的充电线经常会掉，他一直在重复，经常会不见，无语，一直让我看，所以我一般都是用的，那种三头的，就是这种。就我一般出来旅游的话都是带这种三头的充电线，然后也不会很贵，虽然说充得很慢，但是呢掉了我也不心疼，因为我这个人经常掉东西。但充电头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生活的真实写照展现出来。怎么又永远相信我？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两个字总结，无情。天哪，高评价，大
大家都很擅长太善良了，是不是？因为我说大家记得来讲，我要那个，我要来念，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夸一顿。啊，这个大哥没文化什么呀？这真的表演很棒，所以我确实。真的我很怕，我不讲究这些的，因为我每次冲的时候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冲，它冲的慢的话，冲的再慢，睡觉起来也冲满了，所以就感觉还是挺够用的。是的。嗯，我也不急，然后白天就用充电宝。就是我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会给我他的想法，就他的意见。是我一般就是我的手机，我跟你们说，我的手机永远都是开的省电模式，就是只要一开始用它，我就会开省电模式。打亮片的时间，现在大家都在夸这个。嗯，辛苦了，这样子我感觉能用的久一点，开省电模式。回上班是回上海，是谁回上海的航班取消？人到了就是极致，你知道吗？就真的能大概的那种。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降低那个期待，加钱上是反而会达到的效果很好。我叫我女王经常，我期待我自己。服装拉服装拉舞蹈拉要拉有多拉，那真是太惨了。希望。我真的我当时他们明天能够顺利来到这里。我记得有一年来上海总选也是遇上下雨，那一段自己遇上下雨，我想过要跳什么舞，就是自己在那捯饬了很久，然后最终还是想着再跳。对 ，mini 的电用的很快很快，很多人跳是不一样的，非常快，它的蓄电。主要是你们知道吗？没讲那个，当时哥哥我没有去听音源，就是哥哥还没有发给我，就已经发给了剧场部。然后当时我最近都不出门，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不出门啊，不出门。明天航班延误来这里，不会有人来这里的，因为明天延误了，大家就会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忙碌，就不会有人想到陈冠轩今天毒奶了。的身体，不要的是这种逼的，别逃避，然后大家录出来就。不过我感觉，不会有问题的。我知道我，大家一定会顺利平安过来的。就是，比如说，这时候我学了这首歌，但是当下我可能调子会准一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发现。一定要顺利平安，我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平安的抵达上海。确实阵容很豪华。下周六到上海是多少号来着？把他的甚至有点想法展现出来，最后回到乡里舞台上和小女孩和舞台上起身行大一点的小朋友进这本上，每个舞台上闪闪发光小女孩其实都是可爱的小女孩。天哪，你们就是感觉你们都是确实就是跟我自己想的确实是一样，差不多一样。八月七号。对，我其实当八月。就是我。我总觉得八月七号这个日子非常的熟悉。想的就是找什么合适的人，对，就是跟我身高差不多。八月七号这个日子，我甚至觉得，是不是曾经我在这一天做过一件什么事情呀、啊？确实你们很认真。不是，我感觉好像跟《盗墓笔记》有关。八月七号是盗米节吗？走向现实，为了梦想一跃而上。假面人代表遇到。明天能不能回广州？现在看看呗。给你的也是无所畏惧，好高级啊！这是高级作文。对。我自从入团以后，就是。关注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现在都是刻在我的 DNA 里的。但我真觉得八月七号这个时间就非常的熟悉。哦，是八月十七啊，八月十七，让我想一想，八月十七，那可能是八月十七吧。太
太正能量。那可能是8月17吧。正能量到，我是这么想法来的吗？我被圈子开除了，没关系，我早就被圈子开除了。我从哪一年开始就没有跟着再过这个节了，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太忙了，有的时候就忘了，有的时候就忘了，真的。大家真的好善良啊！哎，幸好点开的时候这个百度。对不起，对不起，我在线道歉，我回去重温一下，我回去重温一下。看了很多遍，其实我也看很多遍，我这两天一直在循环播放，甚至可能是因为四个小时，我唱的不止，可可羞的。你们做核酸要排这么久的队啊？我们昨天做核酸就是直接到了就，等那个医生来了我们就做了，因为我们去的是那个24小时的那种核酸检测的点，全民核酸这样，那确实会排的比较久。经常去组织去夸那个。我想到了我们上一次在广州做核酸，然后呢就有人排着排着排晕了，就很恐怖。然后那个人晕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晕的，他是这样子的，他眼睛是睁着的，就是睁着倒地的，真的很可怕，好像那他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吧。好了吧，今年有点夸张哈。好，很好，挺好，插出去。那没排队还挺好的。他有两个号，他两个号，他一个号要应该是上课，一个号就是在那个，好像说的是。是吗？外地的核酸也行。打的是他可能，哦，对，他好像就只是看你是不是那个核酸的那个检测报告。大家太善良了。嗯。从谢飞姐姐变谢飞哥哥，怎么了？我这么 man 吗？这样子，可是好像之前那个通知讲的是要上海，对对对，上海的。来说了哈。嗯。因为凤凰拍在比较后面，其实本来咱已经感觉这个，但是开场的几句还蛮辛苦的，就是麻烦，有点麻烦。把箱子的微型动作暗藏的时候，看到有些晃，因为姐姐要弄的道具太多了，她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在帮我把道具搬好了。开场和结尾的设计还有三个记忆点，来了，记忆点啊，让我想到了当时就是萱萱她找编舞老师，一开始编的版本，我们就说缺了点亮点，那个老师，什么叫亮点的？更重。困了，有一点点。对，好，那继续。嗯，但是我明天可能可以睡很久，所以也不担心。80一次，现在核酸好贵啊！我记得之前都是60一次。就现在不知道啊，因为明天我印象里，就是会错峰排练嘛，他们拓普节目会比较多一点，估计明天是排拓普的节目。就是我反正我，所以就非 top 成员可以歇着了，歇着了。辛苦上班。这个确实是有心的，就我残留了一些亮片，就是想着，因为一下子就没了，就有点傻嘛，就一点点。我不去，我要歇着。我想的是在裙子上弄一点，知道吗？我要歇着。那个衣服上面弄，然后因为你一转圈，如果。那个闪片能随着你的裙子这样甩的话更好看，可惜了啊。对，但是就不很难，因为这个是真的很难。上一年这么贵吗？可能因为你们平时都待在上海，所以你们觉得上海没什么好玩的。就像我在成都，你要问我成都有什么好玩的，我除了春熙路、杜甫草堂那些地方，我真的给你们说不出来哪里好玩，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很少去。我当时想到，就很悲伤，因为你们说我找的人太多了，感觉本地人都比较少，讲的就很都比较少，就是有一种。去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玩，是为风而生的。然后想到，我的主场我也没有风，更难过了。
想到，天哪，好悲伤。我的主持，我都江堰，都江堰不是免费的。来看我的，都江堰不是免费的吗？就是小粉丝，就是吹风，那吹的是热风吧？不去了。我还是在，我还是在酒店吹空调吧。我爱，我爱空调。大家会不会，就是其他的粉丝会不会嫌弃我？然后就我当时就看了更难过了。然后下面还蚊帐，两个人，那两个美女。不知道是不是美女，我记得有一年去过，有一年晚上的时候去过外滩，跟轩一起，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开了直播，哇，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吧？真的很久很久的事了。天哪，大家夸的也太好了。很久很久的事了。小小身体充满大大的能量，可能是因为大家吧。如果我一直没有，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边走边开直播，怎么说呢？也不是说过得很低调吧。如果就相对于其他，你都不挡到那个时候啦，这么厉害。是挺好的，我还是有很有一点。没去过，那找时间去呗。谢谢你的奶茶。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就是有一年去过，有一年跟轩两个人晚上去的外滩。好像那一次就是彩排完了以后，我们就约着去外滩。看夜景。如果支持你的人越来越多，你在这里养成速度会很高。越赶 S 上架，是。没有，谢谢大家，他太善良了。嚯嚯，谢谢熊猫的游戏主角的，真客气你们，你说一说而已。看直播还挺热闹。就是大家都很善，你们之前不是有跟我推荐那个什么本帮菜吗？然后我就搜来看了一下，我就搜来看一下，它上面哎是本帮菜还是江浙菜啊？这两个有区别吗？外文书店本帮哦本哦是本帮派啊，我以为它是本帮菜呢。然后就越想越窒息，然后到后面结尾，大家竟然喊了，挺多的原因。如果我知道这么多人喊我，我就站在原地。反正就我有点分不清，感觉还蛮像的。听到了，还是能听到大家非常努力的在学喊。他有那个。他有那个，我看到他有那个什么桂花啊，叫什么桂什么鱼，感觉看着非常不错。应该是甜口的吧，我感觉是甜口的。他还有那个什么蟹，不是桂什么鱼啊，叫桂什么鱼，我记得。他还有那个，蟹黄灌汤包。蟹黄汤包是叫这个吗？谢谢谢谢。你知道吗？轩轩那个舞其实也蛮那个的，蛮不容易的。我们是前一天去的，所以对我们今天吃的是川菜。今天吃，本来今天想吃椰子鸡的，然后他们就问为什么要在上海吃椰子鸡，就因为是。就是来上海尽量可以吃点上广州没有的嘛，然后椰子鸡广州那边还蛮多的。然后我们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吃了川菜。对，因为这个川菜好像只有上海有。我当时我就觉，你知道你们知道吗？我当时反正是广州没有的。排完这个舞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会不会太短了。这舞蹈真的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贵吗呢？我们今天吃的叫什么来着？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大家排着叫半天的那种，就是因为这个舞叫什么什么川菜，偏简单，因为我找的人跳舞都不错。叫什么来着？没有在夸自己，是。哦，松鼠桂鱼。大家都学得很。对，好像是这个。我们一合叫。就真的很快，就大概讲一讲。叫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那个名字不好记，叫什么？哎，对，叫半步颠，没错，就是这个半步颠川菜，
川菜先起半步颠，是是是是这个半步颠，你们打出来我就知道了。但我自己每次都想不起来，我自己会想不起来，我只知道是川菜。但是广州是没有这个的，只有上海有。是的，是连锁店，但只有上海有。不是啊，松鼠桂鱼，松子鱼还是松鼠桂鱼，这个是江浙菜吧？你是不是要回学校？待会是不是没有车了？本本本本本本菜。味蕾，而且味蕾，专业味蕾人也很好，但就是他也不说，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就很努力，就是对，因为很好吃，而且很大一份，这么大。他一份有这么大，他每一份都这么大。所以桂满龙好吃吗？桂满龙好吃吗？对，成超级大。我来讲讲我自己的设计，就是我来讲，可能因为你们都吃过。开始篮球哀乐。跟那个山上的有点可以媲美。你们都吃过桂满龙？念了呀，我念了呀，我刚念了，学过了，念了，我看看，他说，我念了，对啊，很有才华，你没有听，快点跟人家道歉，赶紧跟人家道歉。先记下来，记下来，下次有机会，下次有机会来上海一定要试一试。瞬间都变得这样的。看到桂就去吃了，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我也有应该象征性的去一去。作为一个名字里带桂的人。我上次喝了，我喝了这个桂圆铺，我上次在那儿点了一杯。晚上好。小笼包、生煎包、生煎还有什么？我想想，上次来上海，哎，生煎包是北京的吧？是北京的吗？是北京的，好像，生煎包是北京的吧？我们出来的效果现在这么的上海的漂亮。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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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搞吐了。那我在北京吃什么了呀？我在北京吃什么了？天啊，把我搞成了大明星啊。那嘴巴太小，我去把开个嘴角。国美那塞，对不起呀，搞错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因为我还蛮常吃生煎包的，但是呢，我印象里啊，我印象里，我不记得我自己去的是上海还是北京了。这么看来，还是来上海的次数多一点，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每次来都会吃生煎。上次 CJ 外部的时候也吃了生煎包，对，想起来了，我上次就是 CJ 外部的时候有吃过一次生煎包。哦，北京烤鸭卤煮，对，爆肚，我记得有爆肚，北京那边，然后涮羊肉是吗？确实这个其实就讲的就是有吧，但是我好像没吃过。啊。我觉得小羊生煎每一家店做的都很好吃。不对，应该是生煎包做的都很好吃。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吃到过让我踩雷的生煎包。哎，你怎么知道？可以考虑一下。发生了什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晚上吃了什么？我不，因为我们七点过才吃完饭，所以我现在还不饿。我们七点过才吃完晚饭，我现在是处于一个。那种感觉已经很明显了，不饿的状态。对，天台就是一个角落呀，你们看不出来吗？不像吗？你们可以给我推荐一些点外卖的点外卖的店。就是、对，你们不觉得很像角落吗？可以，就我点外卖的，可以点外卖的店。你们把我美化得很好啊，都可以点的。就跟你们就是有情商和没情商的区别，就是这是一个角落。你是一个人去吃的烤肉吗？一个人吃烤肉的话会不会有点吃不完啊？你倒为我的光。
生煎很油腻，不油腻啊。巴库烤肉是什么？嗯。带跑腿代购，跑腿代购这个吧，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性价投价还蛮高的，对。因为跑腿费好像都是二三十这样，我之前看过一次，还蛮贵的。抽一个，转发抽一个。转发抽一个哦，好努力啊，太努力了吧。对，两个人吃烤肉我感觉也吃不完。我之前有跟琪琪一起去吃过烤肉，然后感觉我们俩怎么都吃不完。三个人吃可能三四个人吃。对呀，会好一点。大家为了钱都开始夸我了。太努力了，吃饭还要拉 PK。就是讲了一些感人的话，就是让我震撼的。天哪，太棒了！主要是这个钱太多了，我估计是。你们一般两个人点几个菜啊？我现在点菜的话，我都是。点菜的数量就在人头数加一个，比如说三个人就点四个菜，四个人就点五个菜，五个人就点六个菜，两个人就点三个菜，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嗯，两个人点六到八个菜，真的假的？汤呢？甜品呢？这些可以饭后吃啊，就是不算在那一顿里面。你看，哦，自助餐，自助餐那确实，就是自助餐的话就随便吃。快来！我这次想去吃一个寿喜烧的自助餐，嗯，但是要等囧他们来了，因为谢飞不喜欢吃寿喜烧。都好接近了。嗯，大家都有一两句接近的，这怎么点赞？这么点赞，那就不点了，我给我自己点个赞。KPI 应该完成了吧？你朋友也不喜欢吃寿喜烧吗？一个月一定要。嗯啊，我半年前进去也是这么说的吗？我进去的时候吃寿喜烧了吗？啊？我好像没有吃吧。我是不是没有吃？我没吃呢。没关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就去吃。他们想吃之前吃过的店，但是我想吃之前没吃过的店，因为他们怕踩雷。嗯。我的记忆只有半年，开什么玩笑？我的记忆只有半天，谢谢。我真的，哎。就很好笑，我跟我爸说，我说我爸爸就是，如果说，嗯，因为我最近确实想去检查一下身体，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报销？然后我爸就很搞笑，我爸就真的是完全印证了四川人，呢呢不分。了呢不分，嗯，我很懵，我今天真的，我问我爸爸，我说脑子有问题，如果去看病，保险公司给报销吗？然后我爸他回我，老子就是老子的那个老子，就是老子有问题，我说不是老子，是脑子，然后他就很搞笑，鼻边音不分。生动形象的诠释出了，是那个女生，对，她好冷漠，我就一看她还是会记得的，但是可能会不记得那么清楚发生的情节，对，就是快乐的三个情节就是在夸我，就是我们真的太善良了。
我没说脑，我没说脑子，他说的，我说的脑子，呢呢熬脑脑子，他说的脑子，他真的很搞笑。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不是脑子，是脑子，他就在那里哈哈哈。给我整笑了。我让我试一下，有多完美。他不会的，因为他从来就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从我学习成绩不好开始，他就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他还特别体谅我。我应该给你们讲过啊，他我爸真的特别体谅我，他就跟我说，哎呀，我知道你小时候就是生病生太多了，吃药吃太多了，就你现在学习这么吃力啊，爸爸看得也很心疼啊，就没关系啊，没关系，不要勉强你自己。爸爸就说啊，你不要勉强你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带我去看看呢。没好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我是认真的，你们没不要以为我在跟你们开玩笑，我真的想去看看。嗯，但是一般来说啊，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因为每次我去看病的时候都会没什么事，每次去看病都会没什么事，就是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虽然说我人哪哪都不对，但就是哪哪都检查不出来问题。就一直都在讲孕育，然后刚今天下午在那个的时候，我的做介绍的时候，让我讲介绍的时候，我一边讲粤语，然后一边讲客家话，一边讲粤语，有点搞笑了吧？可以的，笑死了。就我没有见过这样子对爸爸讲话的女儿，但是呢，她又很体谅我，你们知道吧？就有点好笑，但是呢，又觉得好暖。怎么有这样的爸爸呀？算了，我觉得他还是就蛮担心我的吧。因为有一年过年回去，我突然就慢性咽炎复发了，然后呢他就特别担心请假，那个时候因为也在上班嘛，他特别担心，请了一天的假带我去医院看病，然后开了很多中药给我吃，然后看完回来好像花了400块吧，好贵的。然后他就说，哎，现在看个病真是越来越贵了。有点就对，然后就说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不可以生病了。没有，这个慢性咽炎保险报不了，但是他说如果说是如果说是重大疾病就可以报，重大疾病就比如说我算了，我不说了，诅咒自己可还行。高冷吗？就是我以为会是那种，不，待会诅咒自己的很搞笑了，不要不讲了，就是，反正就可以。我以为是那种就要很端庄那种，就是很生怕说错话，没想到快手也是这么接地气，笑死我了，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到了，呸，甚至我都是这样子的，哼。很难吧，脑子脑呢熬脑，脑子很难被驴踢。我现在怀疑我爸当时给我发的那段话，他是用那个语音输入的，语音输入的。太好笑了。你们知道吗？不好意思养，你知道吗？主要是毕竟在人家地方。我当时跳上厕所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差点脱裤子那种。就也不说差点吧，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就准备上厕所的那种，那我就出来了，那也这样子的。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新型偶像的那个活动，新型偶像应该是我好高级哦，这种吧，特别是我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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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上厕不敢，不敢，愣了一下，哦不对，是抖音主播。给你们看我的
我给这边的床单套了一个被套。我在说什么？我给这边的被子套了一个被套。喊爸爸，谢谢。对，喜当爹。然后呢，我就每天看着我的床，睡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就有一种睡在自己中心宿舍的感觉。对啊，我给你们说，就是我这次带的这个被套、床单还有枕套，都是三套不同的套装。你认陈贵军做爸爸就没办法，因为我本来是想带一个一整套的，但是因为这个嘛，就是这个的枕套，还有那个床单铺在了我自己的床上，因为我盖的是空调被，所以就没有用到这个被套，然后我就带了它。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因为就是我找不到这个枕套的。等一下，我现在脑子有点放空，我想说什么来着？我找不到这个枕套的，床单跟被套了，所以就没办法，单带了它。我发现我真的太垃圾了，我的记性真的太垃圾了，经常找不到东西，就很烦。我希望我的脑子可以能多记点东西。没有带马桶垫，但是呢带了那个消毒的酒精，消毒的湿纸巾。哎呀，我的弹幕没了，自己不知道我在什么，他知道他忘记了。不会的，我不会睡着的。所以记不住我没关系，下一秒闭眼。因为我笑死我了。对，学生可以打车吗？什么打车？还挺舒服的呢。是有一个就是其他的网红嘛，但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现在。然后就是找我反正。但是不会睡着。去那边哪个城市来？对。我设置了备忘录。去那边去，他说一起来拍段子吧。我说我不行，因为我是活在美颜世界的人，不会睡着的。等我到两点，他问我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们寝室是没电了吗？他也不看闸，他也太傻了吧，他闸他都不看，他就问我，他说我们是不是没电了。我现在就是微信里面它不是有一个置顶的功能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那个功能特别好用。我这次出来，我就把我要带的东西写了一个清单，然后把它置顶在了我的微信里面，好方便的。我现在觉得它比备忘录还好用，它比手机苹果手机自带的备忘录还好用。对，大家可以用起来。然后你们知道有多恐怖吗？我那天在房间里面，我说我想。哦，不是，那天在房间里面，轩说他想吃肠粉，然后我过了半个小时打开我的那个外卖 app， 结果就猜我喜欢全都是各家肠粉，我觉得好恐怖呀！你们知道那个怎么那个监听怎么关吗？我真的被吓到了，吓死人！不是，跟你说，快手一开始不是关不掉，不是关不掉。他一开始是搞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一首关不掉？小剧情段子，关不掉。各种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主播太勇敢了，吃的东西太猛了，怎么这样？搞得整顿。对，就有一些大部分就吃的太猛，就吃的东西。我表演关不掉，我不表演关不掉，因为我关得掉，我说关就关，马上关掉。
有啊，他当时还问了呀，他说你们几点走，然后我们说中午就是拆完盘就走，然后他就问我可以关掉，他在忙好喝，忙完估计就后面进走，想关就关，关得漂亮。对，你们早点休息。天真，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我关了直播就睡觉了吧？等你第二句的来。太天真了。没有，生活不是什么，反正就是以前吃播吃的很凶的，你们知道吗？我以前都是，甚至有一些，我当时看那些新闻，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有那种。有一些博主会去说、会说发生了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很恐怖，我当时，然后但是我们当时玩的时候怎么用私密检测，我不回私密你们也不知道，哎，我不回翻牌你们也不知道了，好家伙，拍照要怎么拍，要这样子拍，手机拍照这样子你若长发及腰，我陪你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来着？你若长发及腰，送你一把剪刀。笑死我了。然后，然后，当时反正就我们玩的就是这种，然后要不然就是头发放到床上，然后摆了一个 ID。哎，你怎么知道没电了？然后就会上热门，你说，可牛了，差一点我就是网红。还要这样打坐，你们听到了声音，然后一定要放掉音乐，就是我就在你家的楼下，雨滴滴答答的落下，我在你家，没什么，你听过吗？还有什么歌当时很火的，我和婉婉不会成为好朋友的，我们注定是殊途，不是一路人。我头好晕啊，我又开始晕了。你没有听过吗？我就在你家的楼下，雨滴滴答答的落下，对吧？在你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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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但是就很奇怪，阶段性的，就跟那天一样。不知道是我刚讲话讲太多讲到上头了吗？我就开始眩晕。差距太大了，我不配。对，六分钟走下去你家，树还在挣扎，啊，可乖可乖不可以？啊，什么？啊？你的笑脸是即是仙。我不吃药啊。我不喝咖啡，我没有喝咖啡，可能是我刚刚说话说的太上头了，说话说的太上头可还行，拿什么吃这个点赞，我最后一天临时抱佛脚，不应该是非常狠狠的看书吗？主要是我们今天采访的时候，那个主持人一本正经，直播间的老铁们看不到了，不会，就挺好的。其实我一般考试前一天从来不看书，因为我都是平时看，然后考试的时候越到考试我越不看，因为我会很着急焦虑，然后看不进去。看不进去，所以一般考了之前我都会放了心的玩。真的，我想到我去年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大家都带着书去考场，然后考试之前还在看，但是我就完全没看，我书都没带去。很危险，所以
去，以前会有一些大哥会这么玩，但现在我带了几套卷子去，然后做了几套卷子，然后我就我就没看书。嗯，给大家吃一个巧克力巧克力。暑假作业，以前的上学暑假作业可能没有那么难，但是现在估计还蛮难的。把这一片吃完了。高大学大学的作业就不一样了，都是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的。嗯。我不转，只是因为我自己不行，因为我很焦虑。我很焦虑，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看不进去，我就不会看了。你要是很焦虑还看的话，浪费时间。我对自己认知很清楚罢了。嗯，我不会给别人抄作业。我不是学霸，我不是学霸，我是学苏。你们知道什么是学苏吗？就是那种看着好像。看着好像很厉害的，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怎么这一点分啊？这种，我是学苏，很脆弱的那种，就是一考试就掉渣，然后就暴露了真实情况。最近有一个合作一个大网卡，就是你看他的视频免流量。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就是传授他们的学习方法，嗯，包括记笔记的方法我都有看过，但是呢我是属于那种感兴趣的东西我会记得很快，但是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怎么背都背不进去，所以就非常有选择性。然后网上的那些方法都是需要循序渐进的，还蛮难的吧，就你得刻意去练习，刻意练习。晚上好。其实他你们知道吗，我在表演，就是昨天公演的时候可以借鉴参考一下，因为都是那种比较高效的学习办法，都是那些什么博士生博士后那些非常牛的人总结出来的学习办法，他们可能也没有说去专门搜索到底要怎么样去高效记忆，但是在他们自己就是有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学习的机制，然后就会分享给大家。对，因为肯定还是要去练习，然后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有些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对，然后我就都看了一下，感觉他们讲的方法都还蛮像的，跟大家敬个礼，这是我们有机会再聊。我发现真的有些对数字敏感的人就是会记生日记得非常准，像子欣就是我见过一个对数字特别敏感的人，他把我们对天秤座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全程核算，辛苦了，嗯，辛苦了，太辛苦了，肯定排队排很久。你们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吗？嗯，很难做到。话题突然变，话锋一转，笑死我了！哎呦，对，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房间。不是啊，就是觉得你们很可爱。
什么叫福利视角？没有啊，我说你们很可爱，我没有说你们好笑，好不好？不要乱解读，不要带节奏，我说的是可爱。嗯，对，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嗯，谢飞，哎，你可以帮我把我手机拿过来吗？好，你早说呀，我已经。哦，你很早就没用了。对。啊！哎，摸不到啊，太远了，手没有那么长。随你。哇，你这光很好哎。真假的？对，看你那是冷白皮。对，来感受一下吗？跟真真说我的，我说我这边鼻子都磨没了。我这个也是鼻子都磨没了，我这个磨皮很严重。主要是我这边是黄的。你是黄的，你是黄黄白皮，我是冷白皮。你这个黄色一出口吓了一跳啊！那倒也没有，就是还是对啊。我一直开的是流量吗？我没有流量哎，为什么我在开流量？等一下连个 WiFi， 我们放首歌听听听，我们就睡了啊。今天听什么歌呢？哎，就听这首吧。什么？奔走着，好舒服！我发现这样子特别舒服。你们看是 480p， 但是我这里看是 1080p。 嗯，什么啊，谢飞是我弟弟，我是他姐姐。我是你的姐姐。谢飞是我弟弟，因为他太小一只了。你是弟弟。嗯，他太小一只了。谢飞，你多大呀？没意思，没意思。哎，骗你了，十九。我觉得你有91，抓吧。当然啦，大的人做姐姐。谢飞肯定比我小，对，他本来就很小。我长个屁了，你别喊我姐姐。你们听听，这是人话吗？男人说自己老了。啊，你说什么？我出拳了。谢飞说这是情话。怎么？是喜欢？救命救命！我耳朵瞎了。对，我待会儿去扒拉谢飞的身份证。嗯，他给我等着。没有 CP， 不要乱。收，收。
我们来听，我们来认真的听这首歌，送给你们，送给在场的大家。这首歌叫做《亲爱的》，一首甜甜的歌。嗯，然后我们听完这首歌，就美美的进入梦乡吧。好的，我要关直播了。嗯，早点睡，拜拜，晚安。嗯，晚安。